O 点 TAT 怎么样？你可以再把它做分割啊。分割的话，我刚刚讲过，大概会有几个点。第一个就是切割哦，所以切割的话一样的，我们把那个档案开起来。所以开启很简单嘛，开档再分割的话就是一样嘛。F 等于什么？Open。所以 F 等于 Open 那个还蛮一样的哈、哦。然后呢，路径给它，路径的话应该在，我是在一冒号斜线。那我斜线，我建议你刚才打两个好了哈、哦。不然的话，有的时候没问题，有的时候又出问题哦。那你干脆两个就不绝对不会问题。那我的档案是放在一底下的 O 点 TAT 好，然后逗点加一个双引号 R，我要读取。那读取的话呢，再来的话就是说我希望读到的东西哦，那再帮我把它切开。所以 F 点读取的话就 read，OK 哈。那读到的资料呢？我把它做切割，切割的话就点 split，所以你可以点 read 之后再点 split，它其实可以串一起哦，它可以一直串下去哦。那 split，OK，好、哦。那当然你可以分两行没关系啦，看个人习惯。那 split 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？把这边加两个换行，两个换行就两个反斜线 n，好、哦。那切割完之后的话呢，它会。return 它会得到结果就一个串列，所以前面我用一个 list 去接它，list 一好了哈、哦，我习惯反正第一个串列就 list 一哈、哦，然后得到的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如果你要三重的话啊，三重的话就是 list 一里面的地中括弧零里面的东西哦，OK，所以呢，假如我今天呢、哦、要 print 一下嘛，我先 print，我先确认一下哦，我得到的结果是不是我要的，所以你可以 print 什么？print 这个 list 一。里面的第一个的话，第一个就中括弧零啊，从零开始嘛，那这里面得到的结果，理论上应该哈、哦、就会是三重里面的所有资料，看一下，哎，print 一下，哎，对，它最后是新装嘛哈、哦，那开头的话应该就是三重，哎，对，应该到这里三重，那没错，哎，对，它第一个，那当然如果你这边假设 list 一中括弧一的话呢，那就是中立啊、哦，执行看看，哎，看一下中立，哎，对。应该是中立的，杨梅嘛，哎，对，中立，OK，那没问题。好，哎，所以第一个我们大概知道了，那也就是零到24有没有？那就会是它里面的所有的档案。接下来第二个的话呢，我要存档。哎，所以存档啊，存档还记得吧？存档的话呢，其实以后你就记那三行吧。啊，如果你那三行实在记不起来，你就干脆用复制贴算了啦。反正就是这三行就对了哈，所以这三行我觉得很重要，就可以把它记一下。那存档的档名要叫什么？所以假设啦，我们先不要那么贪心，我们不要25个，因为其实25个对你们应该有点压力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就是怎么样？先做一个存档，我存三重算了。可是问题三重哦，那我要怎么知道三重那两个字啊？比如说我今天哦，记历史一的，历史零，对不对哈？那如果我今天的话呢，我要取得，那个三重，我刚刚讲过嘛，哈、哦，如果你要取得那个次，因为这个串列里面的第一个就一个串列，那如果你要取得这个串列里面的第16、17嘛，我算过了，反正你就这样从左算啊，算过来三重刚好第16跟第17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。减一嘛，16减1就15，冒号，到17的话，你刚刚就17了，反正就这样嘛，OK，那、啊、就会得到应该是三重这两个字，我应该可以知道意思吧，哈、哦，所以以后如果假设你要取一个字串里面的第几个字的话，很简单，就是在那个文字变数后面再加一个中括弧，就等于是它的哪一个字到哪一个字的意思。这个蛮像是哦，如果 Excel 里面的函数就是 meet 函数啦，只是 meet 函数哦是另外需要一个函数，但这里的话是一个中括弧，它的概念，比较像是串列啦。不过这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，它一定是从零开始哦，不是从一开始哦。OK，好，那我来确定一下，如果得到的结果是三重的话，那执行应该就没错了。哎，这个啊，就这边我先注解，这边存档我还没有。我先 print 这个好，执行一下，得到的两个字呢，如果是三重的话，那表示应该是没错。哎，得到结果呢？哎，它里面是空的，历史零，
错啦，可能刚刚这个里面资料不见了啊。尾巴如果它再加那个什么点 TST 的话，那就再加什么副档名，再加点 TST， 这样的话就三重点 TST 也有了，有没有？那如果有档名跟副档名，那我 save 的时候呢，我这边不就可以给那个路径了，有没有？哎，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哦把这个完成的话，再加一个存档，存档的话呢，那不就是？这边路径的部分就是这一串了嘛，所以这一串哦，我就把它 Ctrl C， 然后方的位置的话呢，记得就是后面再加一个这个啊，记得前面就是还要再加一个什么，全省邮局地址这里，这个，然后这边可能要两个反斜线了，比较安全哦，所以它的目录加上三重。OK， 那把它存档就 OK 了。存档的话呢，理论上我就存什么东西呢？存就不要存 S 啦，刚才存这个就 list 一的这个这一整串就是 list 一里面的什么，的那个这个里面就放三重执行，应该就是三重点，三重点应该 OK 执行一下，三重点 TSC 没问题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。重新整理，哎，没有哎，看一下哦，这个 open 这个路径啊，错在哪里？这边要反斜线，漏掉这个，就是目录后面哦，记得还要再两个反斜线哦，不然的话它应该会变成在一底下吧？我看应该会在一底下，因为它变成一冒号斜线变成正面一长串，它中间没有反斜线，它就把它当档名了 ，OK 好，所以少了这一个执行一下，那理论上应该这样就 OK 了，好、哦、看一下全球的地址，哎有了三重，对哈、哦，打开看有没有，哎有了，所以三重 OK 的了哈、哦，那其他的话应该就可以了，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跑回圈的，哦啊其实道理跟刚刚一样嘛哈、哦，所以我们应该在哪边就是这个嘛，现在是零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要跑回圈的话，我们就是直接在这个前面再加一个 for i in range， 有没有零到 len， 然后 list 一，但是记得要减一啦，因为凤山后面有多一个空的哦，那就把这个底下的动作呢放在这个回圈跑，那就全部合并成功了，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哦，所以如果这个可以写得出来，第二再来就是加个回圈，哎，就搞定了。OK， 试一下好了哈。那当然就加在哪里，加在这个 list 的下方，所以理论上也会加在这里。那底下这一行的话，我就写个 for i 好了哈，写在那个 list 的等于第四行的地方哈 ，for i in range。然后呢，零逗点一般会把它写固定 len 有没有？刮弧、哦、就是这个串列的总长度几个啦、哦、大概是这样写。不过因为我刚刚算，我们算过了，最后会多一个，所以减一、哦。如果没有减一的话，那最后多一个档案是空的。OK 哈、哦，冒号一下。那 for 回圈的话，底下你记得、哦、要把底下的东西、哦、把它 tab 一下，因为它在 for 回圈下面跑，所以请你把底下除了 close 啊 ，close 其实只要关一次啊，你不要一直开关。close 最后可以再关一次就好哦，反正你一直开着，最后关就可以。所以理论最后一行不用，请你把 for 回圈下面除了 close 以外按 tab 键，哦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什么，把这个 list 一哦中括弧里面的零改成 i 就可以了。不过这个 print 这个应该不用了，这一行我觉得是可以当注解好了、哦、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就把这边加一个 i 就可以了。OK 哈、哦。这个是存档的档名嘛，哈，那 write 的话这边也一样，把它改成 i，OK，、okay, 我看一下，应该就可以的吧，哈，这个先切，然后 list 一就是总共25个档案的每一个哦资料，零的话是三重，一的话是中立，哦，以此类推啦，二的话就南投，三的话就台中 ，OK 哈，所以当我取得零的时候。那我就是三重点 TSC 存在哪里呢？全省邮局地址，哎 ，OK 了耶，然后把它写进去嘛，哈，然后下一个啊，最后一次 close， 你当然你也可以一边
开一边关，不过会比较浪费时间，我觉得最后再把它关好 ，OK 好，执行一下看看，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完成了，试试看好了，理论执行一下，嗯，没有错误讯息，那看一下有没有，哎，看起来有了，那打开，随便打开，三重应该 OK 了，刚好看过，中立有不 OK， 中立也 OK， 斗六，斗六也 OK 哦，所以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哦。哎，很快又恢复了，哦，所以刚刚瞬间程式写完，其实会比你的工作会快太多啦。那当然，你的资料量越庞大的时候，哇，那越有感觉，哦，25个感觉其实没有那么强烈。可是如果这边有250个或者2500个的话，哇，那你就感觉哇，太有必要了，写这个程式 CP 值太高了，哇，绝对要写程式了，不然没说真的，你涂法炼钢的时间都可以。把程式写完不知道几次了，对，那你程式写完之后，事情也就一劳永逸了啦。OK 哈，好，所以哦，最后把那个重点再讲一下哦，所以把刚刚的程式改哪些地方哈，记得哦，第一个哈，其实只是写一个那个 for 回圈，所以我一直强调有没有，这个 for 回圈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所以请各位啦哈，如果假设你要把串列这个形态学好。一定要把 for 回圈哈，一定要熟悉。所以以后啦，反正一个串列下方大部分都是 for i in range， 刮弧零逗点 len 它的长度啊，这个地方减一是因为会多一个空的，没有东西，所以把它减掉哈。啊，记得把里面的资料按个 tab 键，好，所以我刚按个 tab 键，然后把这边的改成 i 就可以了。本来零嘛哈，三重哦，不是只有这边改两个。OK，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那这个的话，因为，我这个 print 是练习用的，所以把它注解掉了。我前面加一个几字号。OK， 好，那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执行，再试一下啊，可以把旧的先砍掉。好，然后把它再执行25个，没有错误讯息，里面有没有？哎，有了耶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又可以什么，把它分割回去了，哦。啊、如果呢，你要再把 test 点 o 点 tat delete 掉，那一样哈，就也可以把它再什么，再把它合并，好，所以合并的话再切回来。所以这个 module 的话，我把它存档，这个 module 的名称也许就是什么，就是分割好了。好，然后这个前面这个的话就合并，好，一个合并一个分割，好。好，所以我现在要合并了，我就把它 run 一下，哎 ，o 点 tat 有没有出现？看一下，哎，有了，有没有？就有了。好，如果我要把它分割，就要不过啦，分割跟合并有个缺点，就是变每次要手动删除，有没有？手动删除。那当然，你说老师，那最后我可不可以哦？干脆我合并完之后哦，我就干脆把它砍掉，对哈、哦，然后我把它再把它同样的了哈。如果我这边把它分割完之后呢，那我把 O 点 T 砍掉，那这样的话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你就可以再利用 OS 点 remove， 哎，所以呢 OS 点 remove 的话呢，那怎么做啊？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个存档叫合并，这个叫分割，哇，那这样其实应该就有感觉了，有没有？其实你要怎么合怎么分哈，试一下啊。最后当然有一点，我们就是把它再删除好了哈。那 remove 的部分刚刚有提到，好 ，remove 的部分，我这边其实是已经有写好了哈，这个叫 remove 哪一个给它，啊，如果说合并的话，一样哦，可以，如果当什么，当那个某个档案存在的话，一样可以什么，可以把它删除了哈，先试一下，待会最后再来看哦。